老子博世哥神父，屌撚你老母个臭花系呀。中华民国43年，唐哥新片《爱艳匪测》伟大名剧《男足空门未了情》，是一部妇女必读嘅书，艺坛应有嘅广府舞台大戏，系嘅姊妹作，自能曲折嘅故事，自救炎症嘅主题，无夜头可知进。孤女得救，入撚咗后门，恨如海深，断肠花烛夜，空有其名，爱反成仇，亦指杀色，残流浪客，竟撚现系老公，盲婚哑嫁，固然大撚抨击，盲目恋爱，亦够系悲剧材料。讲述旧中国家庭，属下表嫂，短短3年入边嘅血泪史，系一个好撚动人而现实嘅故事。第六场白懒庵，内景连外景，依边屋檐门口挂懒有横匾，白懒庵门各排一排佛子灯笼仔，入门嘅师姑庵内景，正面大懒一座8尺高嘅观音坐莲雕像，矮蒲团拉埋一切佛堂道具，全场删够晒啲点灯，得返一盏强烈射灯罩撚住肉蛋。方艳芬饰演嘅朱淑涵拉咗观音坐莲雕像，有我。
Bye.
Thank you.